那是我们的鳗鱼是吗？对。日本正宗的章鱼小丸子，然后我们现在咬一颗，嗯，嗯，里面真的有章鱼肉，烫烫软软的，好吃。还准备了袋子，吃坏东西了。然后还有洗衣机。哇塞，他们这儿卖袋子是不是很便宜？我也买了一个。哪个？他们这儿连袋子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吸尘器吗？吹风机。哦，吹风机吗？袋子的特别便宜吗？哦。我就睡这里。这是那个，这是机器猫睡的呢。Very nice. 我就睡这儿。Wow. Very nice. Nicey. 那我们晚上就是睡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喝茶，然后我们睡在这里有电视啊。晚上我就是睡这里，就是我的独立房间。那我先爬上去。上不去啊！一二三，嘿，丢不起。